撒母耳记上第23章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耶拉，抢夺禾场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耶拉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耶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，你起身下基耶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耶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。这样大卫救了基耶拉的居民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耶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耶拉。扫罗说，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于是扫罗招聚众民，要下去攻打基耶拉城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耶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。基耶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久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，扫罗必下来。基耶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久，必交出来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，就起身出了基耶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耶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。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丹回家去了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、山寨中、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因你们顾恤我。请你们回去，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，是谁看见他在那里？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，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，回来据实地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。他若在犹大的境内，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。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
扫罗听见，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。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。Thank you.